相信神的应许，我相信靠着你踏进恩典之地，我相信你是我拯救，我相信无尽恩典，我相信乃一生之久，我相信一宿虽有哭泣，我相信早晨必欢呼，从那天起我最得赦免，黑暗生命披上了光明，迷途里情伤在那漆黑任意奔跑，你不舍弃不丢弃，抱我痛我不离不弃，我相信神是爱，我相信神的应许，我相信靠着你踏进恩典之地，我相信你是我拯救，我相信无尽恩典，我相信乃一生之久，我相信一宿需有哭泣，我相信早晨必欢呼。诗篇第三十篇一至五节，耶和华，我要尊崇你，因为你曾提拔我，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医治掉我。耶和华啊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嚟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陷。耶和华嘅圣民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
诗篇三十篇是大卫感谢称颂神救赎他的敬拜诗。诗人患病获得神拯救而痊愈，发出感谢的赞美。题注话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首诗歌，背景可能是大卫为建殿奉献财物和材料的事。他作这首诗或者是为日后献殿之用。大卫曾经因为妄自数点以色列人，倚靠军队不信赖神，以致犯罪。神后来怜悯他，止住瘟疫。大卫从心底发出无限感谢，他说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假如你都曾经得罪神，但是蒙神的恩典怜悯，愿意你向神从心底发出感激和赞美。利未记十一章至十二章。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，你们将以下条例告诉以色列人，地上的动物凡是蹄分开两反的，亦都是反初的，你们都可以吃，但你们不可以吃只是有蹄分两反或者是反初的动物。骆驼不洁净，因为它虽然反初，但是它的蹄没有分到两反。沙番不洁净，因为它虽然反初，但是它的蹄也都是没有分两反。野兔不洁净，因为它虽然反初，但是蹄没有分两反。猪不洁净，因为它蹄虽然分开两反，但是它不反初。你们不可以吃它们的肉，也都不可以摸它们的尸体，因为它们对你们来讲是不洁净。海洋或河流里面的动物，凡是有鳍有鳞的，你们都可以吃，但是海洋和河流里面没有鳍没有鳞的动物，你们要憎恶，他们都是可憎之物，不可以吃他们的肉，亦都不可以摸他们的尸体。水里面任何没有鳍没有鳞的动物，你们都要视为可憎之物。你们不可以吃以下的鸟类，要看为可憎之物：雕、九头雕、红头雕、鹞鹰、小鹰的类群、所有乌鸦的类群、鸵鸟、猫头鹰、鱼鹰、鹰的类群、枭鸟、鹭鹚、猫头鹰、角鸱、鹈鹕、秃鹫、鹳、鹭鸶的类群、大鹰和蝙蝠。你们要憎恶会飞爬的昆虫，但是可以食会飞会跳的昆虫，包括蝗虫、蟋蟀和蚱蜢，所有会飞会爬的昆虫，你们要看为可憎之物。以下的动物会使你们不洁净，任何人接触到他们的尸体都不洁净，要等到傍晚才能够洁净。任何人拿他们的尸体都必须洗干净所着的衫，要等到傍晚才能够洁净。蹄是没有分两反或者不反初的动物，你们要看为不洁净，掂到他们的人都不洁净。所有用脚掌行路有四只脚的动物，你们都要看为不洁净，掂到他们尸体的人都不洁净，
要等到傍晚才能够洁净。凡攞他们尸体的人都必须洗干净所着的衫，要等到傍晚才能够洁净。你们要看他们为不洁净的动物。地上不洁净的动物有油鼠、老鼠、大蜥蜴、壁虎、巨蜥、小蜥蜴和变色龙，这些爬虫都是不洁净的。任何人掂到他们的尸体都不洁净，要等到傍晚才能够洁净。如果他们的尸体掉在什么的上面，无论是木器、衣服、皮革或者是麻袋，无论是有什么用途，都会变得不洁净。要将那些东西放在水里面，一直等到傍晚才能够洁净。如果他们的尸体跌在陶器里面，陶器里面装的东西都不洁净，你们必须打烂那个陶器。陶器里的水如果滴到食物上，食物就不洁净；如果滴到装饮料的器皿里，饮料亦都不洁净。他们的尸体无论跌在什么的上面，那些东西就都不洁净。无论是炉或是锅都要打碎。如果他们的尸体跌到水泉或者储水池里，水泉或者储水池里仍然是洁净的，但掂到尸体的人是不洁净。如果他们的尸体接触到将要播撒的种子，种子仍是洁净的。但如果他们的尸体掂到浸过水的种子，种子就不洁净。一只可以食用的动物死后，任何人如果掂到他的尸体都是不洁净，要等到傍晚才能够洁净。任何人如果食他的肉或者拿他的尸体，都必须洗干净衫，等到傍晚才能够洁净。所有地上的爬虫都是可憎的，你们不可以食。你们不可以食用肚、四只脚或者多个脚爬行的动物，这些都是可憎的。你们不可以让这些动物玷污自己，使自己不洁净。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，你们要分别出来做圣洁的人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们亦都不可以让地上的爬虫玷污自己。我是耶和华，我带你们离开埃及，为要做你们的上帝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以上是有关飞禽走兽、水族和地上一切爬虫的条例，使你们可以分清楚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，什么是可以食的，什么是不可以食的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将以下条例话给以色列人听。如果有妇人生了男婴，他就要不洁净七日，就好像在经期里面不洁净的一样。第八日，婴儿要接受割礼。妇人因为产后流血，要等33日才能够洁净。期间他不可以接触任何圣洁之物，亦都不可以进入圣所。如果妇人生的是女婴，他就要不洁净14日，像在经期里面不洁净一样。他因产后流血，要等66日才能够洁净。无论他生男生女，洁净期满后都要预备一只1岁的羊羔作燔祭，一只初鸽或斑鸠作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祭，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这个是有关产妇的条例。他若负担不起一只羊羔，可以带2只斑鸠或初鸽来，一只作燔祭，一只作赎罪祭。祭司为他赎罪后，他就洁净了。上帝指示以色列子民不可以食只有蹄子分反或者只是反初的动物，不可以食海洋和河流里面无鳍无鳞的动物，亦要憎恶那些上帝点名的鸟类和会飞会爬的昆虫，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作圣洁的子民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。虽然基督徒今日不需要遵从利未记描述的这一切饮食上的要求，但是我们应该思想使徒保罗教导的，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神。
我们所吃所喝都不好使人跌倒。就好似保罗讲，凡事都要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假如我们在饮食的事上叫人跌倒，求神怜悯宽恕，叫我们为别人的好处放下自己的自由，让人的信心得着坚固。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至四十三节，耶稣再坐船回到对岸，立刻有一大群人在岸边围住他。人群里面有一位会堂的主管，名叫艾老。他一见到耶稣，就跪在他脚前恳求他说，我小女儿就来死了，求你去将手按在他身上医治他，救他一命啊。耶稣同他一起去，一大群人跟住佢，拥挤住耶稣。有一个妇人患血瘤病已经12年，经过好多医生嘅诊治，受尽痛苦，耗尽钱财，病情仍冇好转，反而更加严重。佢听见耶稣嘅事，就夹喺人群中，逼到耶稣嘅背后摸耶稣嘅衣服，心谂：我只要摸到佢嘅衣服，我就会痊愈噶啦。他的血流立刻停止了，他感到自己痊愈了。耶稣马上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发出，就在人群当中转过身来问，边个摸我的衣服？门徒就对耶稣说，你看下，有这么多人周围围住你，逼住你，你为什么会问哪一个摸你呢？耶稣环视四周，要找出摸他的人。那个妇人惊到喺度腾腾震，佢知道自己身上发生咗咩嘅事，于是就上前俯伏喺耶稣面前，将实情讲咗出嚟啦。耶稣话：女儿，你嘅信心救咗你，安心嘅回去吧，你嘅病好啦。耶稣仲喺度讲说话嘅时候，有人从艾老嘅屋企赶嚟，对艾老讲，你个女儿已经死咗啊，何必麻烦老师呢？耶稣听到就对艾老讲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耶稣带住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去到艾老的屋企，不准其他人跟住。他们到了那里，只见在场的人在嚎啕大哭，场面混乱。耶稣入去问，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大哭大嚷呢？这个孩子并未死的，只是睡了觉。这些人听到都讥笑耶稣。耶稣让他们全部出去，然后带着孩子的父母和三个门徒入了房间。耶稣拉着孩子的手说，
大利大吉米，意思是小女孩，我吩咐你起来。小女孩应声而起，并且可以周围走动。那时她12岁，在场的人都惊奇不已。耶稣郑重地吩咐他们不要将这件事张扬出去，又吩咐他们给食物这个女孩。女儿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安心地回去吧，你的病好了。这个患血流病12年的妇人，凭信心设法在一大群人的拥挤里面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服，结果他得到医治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艾老家里面赶来的人报告他的女儿已经死了，叫艾老放弃麻烦耶稣。结果艾老得着耶稣的肯定，女儿从死里复活。感谢主耶稣，无论人的信心是大是小，耶稣都怜悯医治。我们可能不时都有信心大小，对祈求耶稣不敢期望。感谢主，我们得医治不在乎我们信心的大小，只在乎怜悯人的耶稣。箴言10:8-9，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愚妄的必自倾倒，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，走弯曲道的必自败露。所罗门的善恶互论对比心中智慧和口里愚妄这两种人，智慧之人会将命令存放在心，以致步步安稳行正直的路。相反，愚妄的人口吐愚妄，他们弯曲的计谋必致败露。求上帝的灵开启我们的心，能够好像智慧之人将他的命令存放在心，不要好像愚妄的人多言多败。
2月21号灵修思考问题，诗篇30篇4至5节。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何等安慰的应许啊！你是不是因为罪带来莫大的重压，感到抽心的痛，在多个无眠流泪夜，让我们认定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用信心宣告上帝必使我们得胜，仇敌必不能向我们夸耀。亲爱主，你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，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感谢天父，你以一生的恩典陪伴着那些在哭泣中等候欢呼的子民百姓，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继续昂首行前面的路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